目前曹操的 KPL 皮肤已经可以预购了，社长也是在第一时间拿下，想先体验一下这位帅气的歌手曹操。那么拿下了这款皮肤，我们就来体验一下。今天社长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刚学来的曹操秒人暴击流玩法。这个玩法我们铭文佩戴，三无双，七货源，十狩猎，十鹰眼。出装选择抵抗之靴、暗影战斧、宗师之力、无尽战刃、影刃和水晶锤。下面我来讲一下这套搭配的思路。我们都知道曹操在开启大招的时候会增加一定的攻击力，三级大招可以增加200点的攻击力，而影刃这些装备可以为我们提供 40% 的攻击速度，再加上我们佩戴铭文攻速 10% 的加成和自身的成长攻速，我们就可以达到 51.4 这个档位的攻速。这个档位的攻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它的攻击间隔只有 0.792 秒，相当于我们开启大招后直接可以 A 出下一个普攻，而这个普攻就是我们这套出装的关键所在。这个普攻附带了大招带来的200点攻击力加持和宗师之力带来的额外攻击加持，再加上我们出了这么多的暴击装，一旦触发暴击，敌人就会感受到血条瞬间消失的快感。这一招社长在实战中玩的是非常的快乐，即使第一时间没有秒到敌人，不要担心，对于曹操这种多位移的英雄来说，你怎样也逃不出他的魔爪。那么有很多小伙伴担心这套出装站不住，这就要看你进团的时机了。比如这一把社长抓住对面三个人在一条直线的机会，单刀赴会直接一瞬间秒杀掉对面两个人，凭借这套出装的高爆发、高伤害和大招带来的回血效果，成功一打三。当然实事求是的来说，这套打法容错率比较低，不过富贵险中求，打好了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击杀镜头。这样玩曹操这个英雄才更有意思，玩游戏快乐就好。